在遥远的未来，太阳活动频繁，地球受太阳风暴影响，地心开始融化，随后全球火山爆发，连绵不断的大地震摧毁了现代文明。在大陆西北深处，贫穷落后的死亡戈壁竟成为了幸存之地。为了生存，各方势力争夺物资，抢占地盘。以美杜莎和刀疤为首的两股势力彼此经常发动战争，普通老百姓在生死的漩涡中艰难生存。与此同时，来自银河系深处的 T 型飞船受磁场影响偏离航线，能量耗尽流落地球，被美杜莎所救。美杜莎利用手中仅存能源帮助 T 星人重启通讯设备，寻求救援，但其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利用外星武器打败强大的对手刀疤。但是所有人并不知道，他们的命运即将改变。我方即将抵达地球，只要签下契约，你必将成为新的霸主。村的铁匠，两个月前被刀疤抓壮铃铛的兵，我靠自己的孩子，你一定要回来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，等我。就这样，崔福来离开了十月怀胎的妻子，扛着大锤上了战场，身边的孩子狗子是他在阵地上捡的孤儿。枪林弹雨中，老来唯一的念想就是活着与妻儿团聚。老大，
爸，爸，爸，个锤子，你个老子嫂。见到儿子呢，我哪舍得死啊！肚子，是不是傻呀？自己家还摸来摸去。你看，长命百岁，给儿子的，让我听听。嗯，听听啥啦？儿子听完的，这傻。哎，要是村里人知道你跑回来了，
肯定会把你抓起来交给刀疤的，你就死定了，赶紧走吧。对，赶紧收拾东西咱跑吧。你真坏。洗个院吧。下山去看看，那是刀疤的地盘啊！怕什么？不要走漏风声，想办法拿回能量块启动武器，到时候整个大陆都是我的。放开老大！放开老大！忘恩负义的王八蛋！给你说，你从岛包跑回来，哥没钥匙放了你，全村人都得死。你放屁！老三，老子为了全村人去要跑回，你们还这么对老子，王八蛋，王八蛋，放了老子，七叔，你们放了他吧，放了老子。死福不死祸，死祸躲不过呀。广元2083年戊辛年主，又陨石坠落顷仙董祠，大禹之七叔，这到底写的啥？写的啥？人和牲口，73条命啊！全村都死绝了。咱跑吧！你往哪儿跑呀？你个逃兵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到处都在打仗抢地盘，刀疤、美杜莎，还有那个李姑娘。你与他们那个都不是一样的活不成吗？咋的？七叔，老来一逃回村，灾情之道，这消息要是传到刀疤窝，我们就麻烦了。跑，跑吧。又当缩头乌龟是吧？你们还是不是男人啊？当初老来可是替你老三和二傻子才被抓去当的兵。不要操了，老来，你去。崔福来推开门看到的这一切，直到最后，他也没想明白。这到底是真的还是一场梦？金子，金子，
报告将军，我们已经攻下美杜莎的分部。同时，我们在拔谷村发现那几个逃跑的士兵。给我杀光他们！将军，这石头确实是昨天晚上从天上坠落下来的。古书上有记载，广元2083年，金石坠落清涧洞。哎，四位，天降福星！天降福星！天降福星！天降福星。三天交不出金子，我杀光你们全村。报告将军，美杜莎集结兵力又打回来了。还真是不怕死啊。走，你们守在这儿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是。哎，洛莱，这咋个看也不像是金子呀。所以呀、啊，他要打着看。看来一些。你个糟老头子，你缓着喝呢。还抽呢，走吧你。要咋捂耳朵？捂耳朵。咋了？扎脸，扎脸，起来！
这该死的老来，其死还要拖上我们。秦叔，你是组长，想想办法。哎，走死嘛！我横竖都是个死。要我说，我们干脆跟刀疤的兵拼了，全算跑桥。他们有枪。秦叔，你说话吗？闭嘴！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好，哪那么容易？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石头砸开，和老来一起把金子炼出来，要不全村都得死。去哪儿啊？苏菲，咱们去哪儿啊？走啊，咱们得赶紧跑啊！不行，刀疤兵发现咱，咱就跑不了了。我走不动了。跑哪儿去？明天刀疤的人来了，全村人都得死。小心，素芬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为了你跟孩子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老来，真是为了孩子，就更不能跑了。我不想孩子没出事，就背上全村人的血债。我们得回去。你们外星人都是废物，没有能量块，你也别想开着这艘破飞船离开地球回家了。长官，要启动武器，就只能拿到能量块啊。刀疤，派你守着办公室。我们进攻的部队损伤惨重，他还说下一个就得是你。别以为我真的怕。一旦飞船注入能量，秘密武器启动，就算是铁金刚，我也要他灰飞烟灭。我兄弟们下山做笔大买卖，你要在家乖乖的。宝宝，你真棒！左，左，右左，来，直接又长了。来哥，齐叔训练你一天了。你们是不是要跑？全村人都在这儿，我们能跑哪儿去啊？这事谁引起的，就该谁负责到底。死，我可不怕。要是我死了，你能活也行啊？哎，我现在都弄死你了！我操你妈！弄死！来，你还走？拿去，明天交了。是金子吗？金子。哎，快，你别动！半间房大的石头，就炼出我点金子。我信你个鬼！哎，叔，这还有吗？那是我棺材本钱。哎，你这都掉色了。哎。
金子，还没练出来呢。真脏。金子在哪儿？这是天降的福星，得祭拜了天地，才能炼石成金。泡的锅车嘛，打无事儿，去把它交回来，小心肚子里的蛙给刨掉了啊！那活该，老来把全村的粮食都给李姑娘了，弄回来还多一张嘴。叔，咱赶紧泡吧。泡，往阿点泡。不是说好了吗？咱们糊弄完刀疤，全村一起泡吗？对呀、啊。
这炸胶糊弄你吗？啊！你们都给我记下，这金子咱还没来得及练。哦，石头、粮食，还有我铁匠，都让抢走了。啊啊！哦，对吧？对，说的对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呀！狗，狗呢？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呸！你懂个屁！李姑娘她不是什么好人，这儿很危险。把门开开，我带你出去。快点！狗子，狗子，狗子，狗子！好玩吗？这什么年代了，还要开膛破法？玩的什么套路啊，宝宝？
晚了。啊！天上有异象，石头里有一股能量钻到那个铁匠身上。可以导出他体内的能量吗？刀疤，看你的双刀还能不能挡住我的秘密武器。铁匠呢？掌柜啊，他男人让绑架走了。嗯，你醒醒好。你解释放了他吧。老子受不了了，如果你要带走他，先过我这关。快住手！
在戈壁滩上醒来的那一刻，身体的疼痛让崔福来意识到自己还活着。他依稀记得那个电光火石的瞬间，自己的身体似乎发生了什么改变，而现在一切却又无迹可寻。七叔，素芬呢？来哥，嫂子被美杜莎抓走了。七叔，你们放了我吧。我要救素芬。刀疤派人撂下来刺我，
我们要是放了你，全村都得死。祖坟！现在，人家要的是你一个人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都把你交出去。交出去以后，祖坟和孩子都没事了，全村的人也就没事了。啊，你一个人换来全村的平安，啊，考虑考虑，啊，想一想，啊。我要记住，我要记住苏菲。你也莫怪齐叔心狠，你放心的去，苏芬和孩子以后就让全村人供着。将军，你饶了我吧。放你可以的，拿东西来换。粮食没有了，石头也被抢走了。少废话，交出能量。能量，我真不知道啊。将军，饶了我吧！将军，走。梅杜莎，之前把我带到一个山洞里，说要吸取什么能量，启动什么秘密武器呀？将军，秘密武器。然后呢？将军。将军，他说让你灰飞烟灭。好大的口气！带路。走，快点，走。快点，走。这回咱是彻底完了。三哥，快点，别吵。我怕。老婆，就是死，我们也死到一块儿去。之前搜索的不对的地方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搜啊，我也是为了全村人的生命啊！啊，啥也别说了。好，明白。快点，走！哎呀妈呀！
受苦了，
快跪呀！我就让你和你的宝宝做一对亡命鸳鸯。咋样了嘛？我受不了！是带伴的吗？大哥，我有儿子了！宝华，宝华，咱俩跑吧，孩子都下来，跑吧！我有儿子了！宝华，对，对呀！七叔，七叔，七叔，大哥，七嫂都坐了一辈子了，不想再跑了，我来。打死你个鳖孙！滚！啊！好好照顾自己，啊！
刀疤！带他回去启动秘密武器。是。
这就是父亲给我讲的故事。光源2083年8月5日的那一天，他抱着我离开了八沟村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。在荒凉的大陆西北，至今依然流传着这个关于生与死的传说。